个状元给你。你夫人，我也很想你。那我们房间是有24间，有3栋楼，所以我们店这个整个工区会比较大一些。啊，这是一栋。那个。后面有2栋，这是个独栋老楼，那边是个独栋的别墅。嗯。我们是有后期有这种改造，因为这民宿嘛，还要以这个通风啊，还有这个舒适度为。窗户都是后期拍的。这是做旧处理过是吗？然后这个框架的话是清朝期间留下来的，大概200多年了。有呢，上方的深处叫门当，这个叫户对。祖上这个邵氏家族还算是有钱有权的一个大户人家。材料的话就是这种香樟啊，还有银杏，防虫防蛀嘛，所以时间才会保存的久一些。包括有后期有人住的话，它有通风会好一些。所以这种房子，你如果说你再保留个200年也没有问题。这是徽派建筑的3大名雕之一，是砖雕，然后中间雕刻的是香顶冒着香烟，代表着子孙后代繁衍的一个意思，然后还有一些保平啊、保顶、保定平安，两边是麒麟，麒麟送子，面部呢铲雕是在文革期间有面部表情称为是牛鬼蛇神的化身不吉利，所以被破坏掉。那要命啊，古代的时候那个窗很小嘛，因为我们靠近山区，山贼多，得前通风采光，主要是看屋里面的那个天井采光。洛阳那个龙门石窟啊，那些佛的脑袋都被破。我们这栋老宅子当年是作为一个办公的地点使用。你看这个上方还几个当时留下来的字，那个革命委员会好，当于是当时的一个保命符，所以这栋房子当时是没有被完全破坏的，对，还保留了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，因为我们这个房屋里面的框架柱子啊都还是原先一直保留下来的。买过来之后我们是打磨之后刷了一圈这种现在的这种清水漆，所以你看上去比较新，其实它整个这种框架都还是原先保留下的。像这种房间的话，就是一家人倒是可以，比如说你带个小孩，夫妻带个小孩，如果你家比如说你有两个小孩的，倒也可以。我们是不允许这种登记系统也是。Why the vibrations? I don't need nothing else but you. At times I wonder why I fool you. This is new to me. This is new to you. Initially, I didn't wanna fall for you. Gather my attention, it was all for you. So don't take it any. Don't leave my heart to empty.To understand that things go a little bit better when you're planning. I don't need nobody else but you. You. 那就这个就是客人的会客厅啊，环绕在山峰山腰上的云变成金色的。哎呀，那真是漂亮，想想都好看。